啊，其实是我无意间听到了，因为有一天晚上啊，就想说来看一下那个戏剧好了，然后就看了一下那个最近的那个小玉啊，就是在看他在弄什么鬼，然后我就看了他的那个高三症候群，那我就觉得他里面的那个戏剧真的是写的还蛮用心的，然后尤其是这一首歌，嗯，好。